哈，大家好，今天来比赛，没有今晚丢脸，所以要进。这是那个台一大好像办的什么？不是台一大，好像是什么？这是一个小小市集，福运市集办的一个歌唱比赛，有蛮多街坊邻居，然后学生一起参加的。比完赛，让身心休息一下。上限最高可收到360，之后计时部分就不会再继续往上升。那时间，第一次摸到没有毛的猫咪，被宠幸了，真开心。回家不忘也关心一下主子。